俄罗斯报的报道称，二十大报告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。俄罗斯高级智库瓦尔代俱乐部发表观察文章称，中国共产党二十大不仅对中国意义重大，对于全世界来说也具有深远的意义。呃呃、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。 无论在哪个领域，从工业到绿色经济，计算机科学技术，从航空航天到数字经济，中国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。这次大会将会为中国自身的发展描绘出新的蓝图，而这无疑也会助力全球发展。在中国，人们将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称为“两山论”。我们高兴地看到，中国领导人近年来高度重视环保问题。 强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协调统一，中国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有效解决生态问题树立了榜样。多国专家学者认为，中国历史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，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。同时，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推进高质量发展，推进生态优先、绿色低碳发展，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了新的启示。